哇，这也包五十五啊！阿弟哦，真胖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弟。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带大家去看一下顶峰记的总部是怎样？那么多人啊，几十万粉，大哥大小班大那边。听说这一个分行是和拥有四十多年老字号的天河陈大姐饼家联手。现在我来到他们的顶峰记的分行，位于哥大小班大那边，就是上次我和你们说的。他和天河城大姐顶家一起联手了那家店，所以就跟着我进来，我们去走进里面看看吧。Let's go！ 现在来到他们的外面了，他们这里可以看到师傅在耍蛋，蛮专业一些的。再走进里面看看，又是他们的外面。仔细一看，蛮多位置的，我再进去一下。你看这 menu， 跟那个总部是，跟总部是一样的，就一样啊，没有什么区别样子。我是不懂那个味道是怎样的啦。OK， 我现在进来到啊里面，这边全部都是卖饼干，卖什么蛋纹饼啊、蟑螂饼啊，都是跟那个天河城饼家都是几乎相似的。那些周边咖啡啊也是有的。啊，全部都是差不多。这边是卖饼的，然后那边是卖车的，然后这边也是有卖一些，也是饼干，不过好像是盛产制作、手工制作样子的，有大姐饼啊，白药酒啊，大豆沙，红梨饼啊，辣鸡翅饺啊之类的。这个应该是天降四宝，天降四宝口味的选择。我这边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制作的过程，还有一些这里有一些，这里还有一些像太空包啊、糕点之类的，有可能有些顾客 order 或者下单，他们就会拿这里给顾客，差不多类似样子。看这个壁画，这些照片很有年代感。叉烧书包，对，鸡肉像是叉烧包样子哦。哦 ，OK OK。它这个皮很脆吗？还是接近那个酥酥的？因为它是鸡酥吗？鸡酥哦，嗯。哦 ，OK OK， 那我上水了，这个水好像叫 Capo， 这水是 Nescafe 加加草莓豆，所以现在是有蛮香的 Nescafe 加了草莓豆味道，可以喝，可以喝，很好喝一点，这是我的鸡饭，哎，马瑞讲，我可能不吃鸡饭，怎么说呢？很想一下他们的鸡饭店，虽然讲不像我之前测的那个味道，大概知道这个是童年记忆的味道，来跟这个经典的味道。饭之香可是可以喝到，刚才我配有那个酱来说。这个酱也是蛮香的，那这个饭是要配酱的，也是把没有那个精髓在那里，这是鸡胸肉，它的酱主要香味哦，还有比较偏咸一点。我们是用什么其他牌子的酱油啊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比较推荐一点。我该听错了，这个你叫我。这个是我忘记该叫什么，我也叫服务员，这个点草莓。Oh! Ew! 好，我知道他们的拉萨。对，看一下拉萨到底是怎样啊？哇，真香！哎呀，哇，热气腾腾。
糖里面出糖了，我喝一下糖一下。哇，月宝物是五二，阿弟哦，真香哦，真臭真臭，突然难受哦。我觉得可以比那个香江茶室会更好一点点，他们那个椰浆会够重，加上它那个辣味又要刚刚好完结，再加上还没有撤之前就很香，它那味道，这个真的是蛮不错，推荐给。不错，推荐给你。OK， 总之来说，我感觉他们这家分行哦，比他们总行还要更好吃一点。上次我去总行的时候，我是叫一个鸡饭呐，可是我是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这个出名是在分行那边，就是国道小板道那边呐。我去尝试了一下，就觉得 OK 咯，值得可以 try 一下的。可是我还没有去测他们总部的那个虾面、拉萨啊，是不是一样啊？所以有机会的话，下次的话我再去尝试多一次，再为大家揭晓一下是否是不是一样的。OK， 今天的总价是30块2.5元，你们觉得贵不贵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或打一弹幕上。如果要我推荐给你们去总行或者是分行的话哦，我个人会推荐分行，因为在分行吃饭的同时，你又可以再去购买一些饼干。或者是一些饼啊，拿回家测，一举两得。这是我个人的感想啊，看你们喜欢哪一边就去哪一边。好了，喜欢影片的朋友们，麻烦点个赞，点赞不花钱，同时1300元，拜托你们了。我是你秀丽，探访一道。